后壁区长王振祥甲后壁上款理事长吴义珍，13号上午带领着上款的业者做伙来说明即届来后壁望好物的活动内容。区长表示，进行近15号上路，公所结合上款的业者推出电动车小旅行，方便大家旅游的时阵会当来骑。而且店家嘛有将环保的概念放入去饮食内底，使用由在地生产的食材，予消费者食到上新鲜的美食。欢迎大家休落时阵会当来后壁佚佗。我有举办一个来后壁创啥物，来后壁望好物的一个活动，啊，今日借着这个机会来遮来呼吁着咱迄种迄个所有的咱的观众朋友，吼、哦，恁会当来阮的后壁来阮遮行行，啊，互阮来接感受着阮迄个后壁上款阮遮迄种迄个伙伴们的热情。只要伫个7月15号到8月30号的期间，来到后壁上款，都有联合店家海报的商店，不管是使用三倍券或者是现金。只要消费满200块，就能得到一张毛彩券，会当抽到60寸的电视、电冰箱，还有将近100项的好礼等你来抽。只要你消费200块，就有一张毛彩券，400块的规定，就2张吼，以此类推。啊，阮同大众呢有这个60寸的电视，然后电冰箱，还有阮的气炸锅。哦，同主要呢，搁有啥物？阮后壁相关差不多100样的一个纪念品吼，摸彩品都是我们优质店家的优质好物，要来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呢，真心券不知道去哪里花，没问题，就来我们后壁花。夏日不知道去哪里玩，没问题，就来我们后壁玩。来后壁消费，除了有农村漫画的特色，各店家嘛拢会推出各种的优惠，而且摕着店家的发票上网登录。還有機會抽到台南市政府所準備的各項大獎。來後面創什麼？來後面講好你，後面小天歡迎你。南市新聞蕭榮興後面採訪報導。